大家好，我叫张雪瑞，这次是我第四次到香港，第一次来香港是在我是在17年前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，那是第一次来，中间还来过两次，然后每次到香港香港给我的感受都不一样，这个感受是来自于香港本身的变化，另外是我自身的变化，变化是我绘画的主题之一。我的绘画的方式和过程是，我先设定一个母色，然后再设定另外两个纯度相对高的原色，按照感受那个感觉的方式，一点点的去控制颜色，然后慢慢的去变化，然后产生一种微妙的渐变的效果。整个画面采用网格状的结构，因为网格状的结构能更好的使色彩均匀的导入画面。这种极其微妙的色彩变化是完全通过感知来控制，在描绘的过程当中，它是平行于时间，平行于空间，将自我完全融入到画面当中。